铁男呢？先打他骸骨，不让他吃这个近战兵经验啊！2分26。告诉你们，很有可能这蛤子啊，在铁男的身后会过来抓我们，知道吧？他走位不对了，啊，他走位不对了，啊，他没在呀。你说你身后连个人儿都没有，这凶啥呀？回家。没有啊，那蛤子，那蛤子刚才不搁这儿呢吗？来个耀光。先来个小耀光，死了死了没关系，铁男现在没有带药啊，我们上去随便跟他耗。让他 Q 补车，补完车我们 EQR,EAQ, 打他，卡我兵线。这波你看谁卡谁兵线，小伙子，卡我兵线。兵有点多啊，我闪现了，那个掏掏着我了，那个掏要是没掏着还行，现在兵有点多了不行了，下边来打。不急推啊，这波应该能升六，升六看能不能杀他一次。20秒点炎，注意躲一点他的掏，等他掏的时候，我们 W 向左右走。他也上了，
他崩了。不是关甲猴，他是丢目标。你就打铁男，就记住让他丢目标，知道吧？看看啊，这波这么出吧？不行，钱不够这样。那看来只能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稍微有点脆呀。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你就等他感觉啊。要大你的时候，你就放个分身，他就会丢目标，然后他就得再抬手一波。他如果再抬手一波，有的人他要么他反应不过来，有的人要么他就再抬手一波，他就那个攻击节奏就断了，知道吧？这波他还是有大的，我们不找他打。等我大招，50秒也点烟。哎呦啊，这车他不砸，来人了。不来人我应该也打不过他。我们要打他，得有点烟。下边能打。但他身后没有人，他也不敢关我。这属于是打野给了他勇气。你守一下中塔，中塔没了，游戏结束了。等16秒直接跟他打，他大招不可能好。但我估计他走了。不行，我得吃塔皮。
哎，这我不无敌了吗？他传下路。左一来了，不拆了，回家出三项去。再来个小皮孩，啊不对，来个小魔抗。他没有 R， 这波把他杀了。500块钱，这天哪！假装打不过他啊，让他把这炮车收了。哎，这人这么猥琐，我操！这一波，他仿佛知道他要死。这装备我感觉我应该能打过，差不多。给我推，继续推，继续推。绕他，11了也没事，这边旁边有岩雀。我们还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发育，然后再去防队友啊，咱不用着急。现在也就20-13，两波团。走，回家去帮队友了。16秒有大，来个密银黎明，又有虚区，还能解东西，可以，就是有点贵。那我继续抓着铁男，突破口，速来。
哦呦 ，Q 闪！这也能 Q 闪 Q 到啊？斜着 Q 闪！GG了，崩盘了。快点把铁男杀了吧，小龙可以要，但我估计够呛了，我们家这里不行了，这个阵容得岩雀能写，这岩雀的装备不够，这跟我三不三相有啥关系呀，兄弟，那中路死了十把，19分钟死了十把，让人压两级，你这跟我出啥装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才19分钟，俺们家高地就掉了，我出个啥？你说他能赢？别老找那些有的没。中路被抓七八回，那也没办法，那他玩奇亚娜，不抓他抓谁呀？那你就岩雀也得有所动向呗，别老一整一输就挑我。哎呀哎呀，你出这个能不能行，你出那个能不能行啊？哎呀，你这铁男打不过了呀，那他妈他出了个布甲，还出个小反甲，完事我还得单挑，还得把他能打赢，我们家团战还得能胜利，不可能。我操，这卢贤区区这么高。我只能是尽我所能，嗯。哎呦，好抠！被杀！哎！我操！战神呢？两件半其实也还好，关键我这装备嘛没啥伤害，
银，水银解啥呀？水银没东西解呀，这能解个啥？跟瞎子对拼拿水银解啥呀？解 Q， 击飞也解不了。啊，那个是击退。岩雀应该没事，下一把呗。